镇上卡村只有去打顶领奖时，白家只缘投的。不是讲镇上的卡村顶领奖的时阵都会报啦，不能领奖啦，领奖啦，镇上，你那连笑话啊，跟你连惨话，你得来跟你讲啦。有谁啦？跟你问一下啊。真的啦。国营事业排名哦，听讲前四名。要赞助中国广州的奥运，啥呢？啊，这些拢是国民党的阴谋了。正常你也知影呢，台湾秘鲁哈，真实的官呐。台湾秘鲁现在是讲哦，咱是咱这台湾招牌的产品呢。现在现在，但是呢，台湾秘鲁对着讲咱台湾所办的这块活动哦，听讲哦，拢喊你出个一千五年呢。但是这几回呢，为了中国的什么广州奥运呐、哦亚运呐、哦，你知道开偌济无？开四分之一的几年当天的广告费呢？安尼个开落去呢？啊！啊，行政院长，你吴敦义，你敢有讲完整？伊连一句话都无讲哦，规个砍棒去陪别人，啊，是啥物意思啊？我跟你讲，我知知的啦，哈、啊！啊，吴敦义哦，就是哦，食着马英九的嘴烂就对啊啦。你听哦，要去揽这个哦，阿强的大腿啦，你个我唔知影哟。对，我吴敦义有讲呢，这四个若是开落来吼，有两个好处哦。第一条嘞，不得这两点啊，你啊。坏处哦，有够多点的啦。我凊彩讲两点互伊听啦。嗯，听讲。台湾啤，你台湾真是赢对不对？但是你台湾啤酒过去打中海啤，你台湾啤酒这几年到发到上了阿强那边的媒体，绝对要改嘛。台湾啤酒会改做什么啤酒？你甲我讲，中国啤酒啊，对不对？安尼就讲咱台湾啤酒贵啊，车上去啊。第二点，啊石头梗要用。台湾啤酒在台湾的时阵哦，甲咱迄款哦石头梗哦，迄款 IQ 哦，迄种杀鬼哦，反正个台湾哦就本土的啦。你甲我讲，什么雄心？台湾秘鲁上青，安那家伙还没被他弄，你讲什么上青儿？中国啤酒上青儿，这个没关系啊，是他妈杀，只要本土话的哦。啊，第二句啦，讲啥？武器这个大声，朋友孙啊，贵人安尼热情拢压起来，啊，贵宾也变端了。有亲这个大声儿，朋友顺哪儿？什么？朋友，如果不正的话，要吃阿红吃锅烧丸。你看嘛，贵那那杀鱼拢无去啊嘛。有呢，这个咪当贵一瓶。所以我国民党你大猪大鱼，就台湾台湾米你砍嘛，要杀贵一瓶哦。这些东西，国民党的阴谋啦。好，今天就讲只后尾继续吃只后尾，只干么啦？哎，台湾米烧。啊那，这总共一点呢？对的。你讲够职业台啤啦啦队啊，那呢那些改名也变成这个中国啦啦中国啦啦队。哎。啊，这个啊，那中皮拉拉队时阵，他们都是全部都对大陆妹在底下说加油儿，加油儿，万万岁，牛逼，牛逼，啊，牛逼！你怪，你现在哪怪？你是这高主耶？牛逼，牛逼，啊，牛逼！